所以要懂得善财，懂得与一切众生结恩惠也。我们佛法里面讲结缘呐，众生受你的恩惠，我们自己会遭难吗？不会呀。没东西吃了，自然有很多人送东西来，你看那个多自在。却没衣服穿了，有很多人送衣服给你来，你一样都不会去。没有房子住了，人家送房子来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？布施嘛，你只要肯布施就行了，福报自然。你说这个多自在。所以钱不要去投资啊，不要放银行啊，放什么都靠不住啊。布施给一切众生呢，那就是最牢靠的了，决定丢不掉，而且那个利息呀，比你们今天做什么生意的利息都要厚，不知道要厚多少倍。我跟大家讲的话真心话了，你们要不相信，我本身就是个例子。你看我十方供养来的，我通通布施掉了。我走到任何地方，身上不要带一分钱呐。想什么，人家都给我送来了，都供养了，用不尽呐。你看这个多自在。这个物质生活的受用，真正是随心所欲，没有丝毫的缺乏。我这个人前世没修福，一点福报都没有。我这个福报是什么时候修的呢？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，我才真干呐。那么布施这个方法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我真做，做了非常有效，我深信不疑啊！真正相信啊，他老人家教给我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只要你肯施，你要缺乏什么，心里一想就来了，就有人送来了。妙不可言。早些年，那时候修的还比较少啊，但是就有感应。我在求学的时候，我的生活非常艰苦，非常清苦，不是一般人能够过的那种日子。我想的是什么呢？经书，因为研究经教。想经书，这心里一想啊，大概总是过把月了就会有人送来。我只记得有一部书六个月才有人送给我，那是最长的一次。中观论书，我想了六个月才有人送给我。其他的你像华严经疏钞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心里就想这个，一个月就有人送给我。真的是有求必应吧。只要是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没有不感应的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而且这么多年来从26岁学佛，我就真干了。这老师教给我的，我就真干了。越干呢，这个感应呢越不可思议。越不可思议。
所以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深信不疑啊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自己得利了。那么这是说财布施，布施财得财富，布施饮食你就得饮食，布施衣服得衣服，布施房屋你就会得房屋，灵得不得了啊。